火要火計已經嚟到一二三第四個回合啦。今日咧就有 Eliko Guerin， 我哋三下同事係 Samson 咧，巴西對荷蘭啊，你揀係啊，咁啊即管睇下佢兩個打成點喎。这个是什么强球？这个是飞铲。飞铲是咩？啊，这个。O K。伊呢个是第一次打呢个机。系啊，唔知道。哦哦。哎呀，你们对不起啊，我输了。对啊，就。你输了要赔。Don't disturb me。O K。Oh yeah。Oh no。真係認真嘅喎，講呢啲又唔瘦又唔讓喎，呢個盤幾鬼認真，即刻交上一球，明明頭先都係你咁三個人直線走入去咁高啦，啊擺明哇，個波未到都係瞓緊身，我相信呢一個瞓落地下嘅機會係多過點波啊，真係，你終於接我出嚟啦，高華加油加油！冇講咁多啦，真係。Yeah, yeah. 啊！好緊張，你邊位啊你？哇，保連奴！哇，喂喂喂，好曬！荷蘭2-2，好噶，唔係荷蘭係有防守 ，Samson 冇防守，有啲奇怪啊！如果大家可以睇翻重播嘅話咧，佢係冇讓女仔，但係讓男仔嘅，咁所以呢個原因係咩咧？你問翻佢先知啦。我先，好緊張。好緊張，不過吹雞啦，應該一早已經吹雞噶啦。佢係咪買咗波膽三名？即係人生嘅喜怒哀樂咧，即係高低起跌，你永遠都估唔到噶嘛，係咪先？三千公里的理想，何苦太過心傷？我哋問下點解讓男仔唔讓女仔嘅？我冇啊！真係冇，冇係啊！虛幻嘅世界唔代表真實噶嘛。我相信巴西咧一定會贏到荷蘭。國際足球盛事，你點只係觀眾啊 ？DPC 引爆足球狂熱，全台 DJ 主持升級嘉賓，全程電換測賽果。呢個6-7月同你玩到盡，精彩玩樂無限播送 ，DPC 數碼電台。我哋輸咗場波，但我哋會贏翻場交換檔啦。